爷爷，肉夹馍多少钱一个呀？10块、啊。我要一个。要上面多点还是不上面？要半肥半瘦的。这是潼关肉夹馍。对。哦。潼关的。西安有两种馍了，一种是潼关的了，一种是白吉馍了。要青椒，要青椒啊！要青椒。好哦。青椒是用来解腻的吗？对。其实以前我们做肉夹馍的时候没有青椒。哦。没有的。现在就是能够用得上。是全部装的，装不下。如果你要多一点，我就再加一点。可以加吗？可以啊。谢谢。只要你不浪费我的肉都可以加。哦，谢谢。好了哈，给，好。几个？给我看一下。